我们郑市长啊，我们市府的所有的一级主管啊，在场的我们李副议长啊，以及我们所有的议员同仁啊，以及所有的补位联络人啊，以及在场的各位记者先进啊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啊，我们先请哈、啊、我们财政召集人针对啊我们啊这个联席审查的结果哈 啊， 啊做一个报告。我们先请啊财政召集人我们黄婉如黄议员啊针对105年度的总结算及附属单位结算中计表的一个审核报告结果报告，谢谢。桃园市105年度总决算及附属单位决算及总计表审核报告联席审查结果，大写一，总决算税入部分照桃园市审计处决算审定数828亿7431万7156元通过。税出部分照桃园市审计处决算审定数886亿7448万5446元通过。大写二，附属单位决算及总计表括弧一，营业基金收入部分照桃园市审计处决算审定数4497万8163元通过。支出部分照桃园市审计处决算审定数7亿6932万8028元通过。括弧二，非营业作业基金收入部分照桃园市审计处决算审定数89亿5399万2304元通过。支出部分照桃园市审计处决算审定数27亿7788万9703元通过。括弧三，非营业特别收入基金来源部分照桃园市审计处决算审定数378亿5262万7141元通过。用途部分照桃园市审计处决算审定数370亿6946万8407元通过。大写三，其余照桃园市审计处审核结果报告通过。以上黄婉如报告。好，谢谢啊，我们啊感谢啊我们财政召集人哈啊，针对桃园市105年度总结算及附属单位结算及中计表审核的结果啊，各位议员同仁有没有意见？啊，没有意见，我们通过哈。那各位议员同仁啊，明天我们还有这个临时动议跟闭会哈，那在这边散会，谢谢。